的时候，那写的就是鱼。我专门去找过他。你合同上有写一年之后是吗？对，写了，当时我就写了。你要是随便没写，你就当单身，那不就傻了？对啊，所以他就说意思就是要当 PSA 就可以了。哎，他说了没说，那你要看合同。看合同是怎么写的。但是合同上没有写一年就是。我记得有的没有一年。肯定没有。那合同怎么写的吧？合同上有非一非二就是。